这是猕猴桃，陆地猕猴桃，4月10号，黄州入大叔。当时咱是怎么使的，大叔？就是开开萌钩芽以前，啊，开钩。开钩就是这样的，是不是啊？使了这是半月了，半个月。半个月多点儿。现在感觉是怎么？这一感觉是咱们这个叶子大，你看这一钩失啊失望。啊，你看这个花蕾，现在已经掰完花蕾了。芽齐出来的芽都是，你看大小这么长，好做活，好是做不是？活是不是？啊，就是叶片比那个大，也不发黄，这边是没有那个啥的。我远景给大家看一下，很明显啊，你看这个枝头啊啥的都比较多。正宗颗粒水溶肥，小颗粒，服务热线4006-231-1322。